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动起来的阿兵。虽然我是苹果的爱好者，但是自从我发现这个滑鼠完全的打趴它，那今天这个影片你看完之后啊，你就会很清楚这个滑鼠的 flow 功能。你可以善用你喜欢的手势按钮去客制化你常用的功能。第三个，几乎在任何的表面都可以使用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先跟大家展示一个它的 flow 功能。所以这两台电脑都要下载好这个软体。这两台安装好这个软体之后，最右边有一个 flow， 有没有？两台电脑都有 flow， 这里开启。然后通常第一次用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等待时间。好，其实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我已经在使用这个 flow 的功能了。你看到这个滑鼠现在在右边这个电脑，那如果我把它移到左边，大家看到没？它就马上跳到左边这个电脑，所以其实我根本不用换来换去。譬如说我可能要操作两个电脑，我只要用一颗滑鼠就好了。这就是它的 flow 功能。它有一个复制跟贴上的功能，像譬如说如果你在这台电脑浏览到一个不错的文章，你就这里按复制，然后到你的左边电脑，然后按贴上，啪，是不是就有了？厉害的功能就还有一个，就是像譬如说我来到右边这个电脑的桌面，我复制这个档案，然后要到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，就是滑鼠移到左边，然后按贴上，噔，你看是不是超方便的？好，其实还有一点啊，像如果这两台电脑你不用 flow 的功能，或者是说有一台电脑你只是跟朋友借来用看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滑鼠的功能也蛮棒的，像你看它背后有，这里有123，对不对？表示这只滑鼠啊可以连三个电脑。譬如说我左边电脑设定是一，然后表示说我就可以去使用它。你看，就是有滑鼠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是我右边电脑就设定二，我切到二的时候，你看这里。它就变成在右边的这个滑鼠，所以这个滑鼠啊，它非常方便，就是可以去多功的做一些作业。好像这种切换功能啊，它不一定都是要苹果系统或者是 Windows 系统，你可以一台是苹果，一台是 Windows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说的很厉害的手势功能。我现在手边这个滑鼠，它其实有很多按键，跟拇指这边，其实它这边都有功能性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桌面，这里。滑鼠跟指向与卷动，那这个都是可以去调整的。像譬如说，它这边有几个按键，有没有？那通常就可以去设定，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有一些手势控制。像譬如说，我这边就会设定，按这边就是平移。然后设定完之后，你可以去设定别的。然后这个按键就是缩放。好，看一下，刚刚我设定就是有放大、缩小，就是按这个按键。所以我按着，然后去滑动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它会放大、缩小。然后再就是平移，按住这一个滚轮，它就会有平移。其实这样的好处就是对我剪接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工作档，我就可以按着去放大这个工作档，或者是按着去平移去找我要的地方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像拇指这边，它其实有一个手势的按键，这里。然后就是看荧幕的这里，也可以去做你的想要的一个常用的手势的按键。像我的设定是荧幕截取，然后区域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如果我今天按一下这边，大家看哦，按下去之后，这个已经出现截取的一个符号，所以我就去选它的区域，它就是照相。然后像制定按钮啊，它旁边这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按键，像譬如说这边原本是设定网页的前跟后，可是我现在都已经有重新设定，这里滚轮我把它设定成萤幕的大小声，其实都还蛮方便的。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讲说，这颗滑鼠啊几乎在任何的表面上都可以使用，所以现在我把这两颗滑鼠都放在玻璃上面，所以看好哦，我现在先用这个原厂的，然后看大家看左边的滑鼠，是不是它蛮难控制的？就比如说我一直要往下，可是它一直在往上，然后可是如果今天使用这一个，我只要下来，你看它就马上下来了，就是它去哪个地方都还蛮方便的。
我们再用香蕉来试试看。当然，首先我就用原厂的滑鼠来试试看。哦，很像也可以，就也蛮不错的，蛮灵敏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感应在这边雷射，哦，哇，顺，滑顺。真的非常滑顺，但谁会拿香蕉来当滑鼠垫？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它这个滚轮，我觉得这个滚轮也很棒，就是它有两段式。为什么说两段式呢？像第一段式的时候，你假如没有用一个快速的搜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有卡卡的那种滑动，有没有？就是会让你知道说，大概是滑到哪里。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找就是很下面的，你可以就是很用力的给它滚下去，然后它就是会有一种。你知道就是非常的顺的在那边滑动，而且看一下它这个轮子就非常滑顺，然后就停了之后它会卡了一声。好，那最后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它虽然就是有很多功能我很喜欢，很多优点，但是我想要讲两个缺点。第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就以外形跟流线型还有时尚感的话，当然就是左边这个取胜。那我猜应该它就是因为有一些按键的控制，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缺点，就是它拇指这边的手势控制它是设定在这边，但是其实就我在操作而言的话，如果我今天要用这个按键的话，我需要把拇指这样子按，这样子按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按的话就是有点不符合人体工学，反而我觉得它可以坐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站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在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按这里，有没有？那相对的，我觉得这里的话，空间就可以把它省起来，所以它就可以比较做小一点。